好，我们打第五章。铁腕。哎，早跟他讲说不要在这时候打过来哦。真的跟他说那个要的话，就是半夜大概五六点的时候打就好。哎，真是靠不住啊。隐藏剧情啊，有啊，我如果打得到隐藏剧情就会打啊，应该会打吧，反正你们到时候提醒我嘛，对。好，杰拉德·杜加尔。杜加尔旗下地球联合理事会舰队指挥官之一，你的目标是将突袭泰伦自治联盟，并除掉麒麟兽蒙斯克大帝。副官上线，早安，上校。我们从地球出发的漫长旅程终于结束了，目前抵达临近自治联盟太空领域的位置，希望你已从长久的冷冻睡眠中完全恢复，如果还有任何不适，可以请医官提供额外的冷冻恢复营养补充剂。杜加尔上将已经发表舰队作战计划，马上为你播放。注意，地球联合理事会的捍卫军听令，我是杜加尔上将，在离开地球之前，所有人都听过简报了，知道我们是以全人类之名。星海一天低多了吧？基本上你上去搜，一定搜得到的，十秒内的，十几秒就搜得到。超多人在打，任务失败，但是基本上你上去打，应该都被虐了。所有人都别想回家了，我们将在这片被遗弃的荒凉星域中同生共死。通身为理事会而战，为全人类而战，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胜利。杜加尔上将通话完毕，播放完毕，讯号接收中。早安，上校，我是斯杜科夫中将，杜加尔上将的战术参谋。你已经看过作战计划了，不觉得杜斯科夫还蛮帅的吗？人形态的时候蛮帅的。你进一步认识上将之后，会发现他其实很好相处。言归正传，我有命令下达给你。上校，我们即将开始进攻自治联盟，因此必须设法存取他们的主要资料网络和武器分析报告。为了完成这个目标，你必须率军前往边境星球布莱西斯，占领其首都博拉利斯。将你的部队在两个标准小时内部署完毕，上校，请记住，上将只接受完美的战果。斯杜科夫，通话完毕。好，摧毁敌方的指挥中心 ，Go Go。我来报道了，马上就去，长官。目标在哪？待命中。啊，该死。这个着陆地点缺乏高能瓦斯，看来我们得搜寻附近有没有其他有人了。长官，请下令。金矿长官的命令是：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目标在哪？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是的，长官。大声下令，长官，完成，冲冲冲！冲冲冲！冲冲冲！长官，请下令。冲冲冲！待命中。目的地在哪？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可以。冲冲冲！行动吧！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好极了！要攻的时候到了！冲冲冲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指挥官，长官，请下令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长官，请下令。目的地在哪？当然可以。随时出发。是的，长官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我收到。第一关通常都是最简单的。长官。只要把对方摧毁就可以了。长官，请下令。待命中。
指挥官，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长官，请下令。好极了，长官，请下令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长官，请下令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目的地在哪？待命中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指挥官，目的地在哪？指挥官，长官，请下令。指挥官，目标在哪？指挥官，目的地在哪？指挥官。我来爆炸啦！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目标在哪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长官，请下令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没有瓦斯啊！随时出发。长官的命令是。长官，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是的，长官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待命中，待命中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目标在哪？待命中，高能瓦斯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目的地在哪？我来报道了。高能瓦斯不足。是的，长官。干，没有瓦斯啊。出发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先撤好，先撤好。出发。坦克。坦克送我就亏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哎呀！我收到了，我来报道了，长官，请下令。这里遭受攻击，我来报道了，好极了。哎呀！请下令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目的地在哪？没有瓦斯啊！我的坦克好像是爆定了、欸。因为我没有坦，我没有瓦斯啊，我没办法修坦克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长官的命令是：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了解。反正我多做几支陆战队，我的坦克就不会爆了。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长官的命令是：不能盖东西。金矿不足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长官，请下令。准备就绪，目的地在哪？出发。好极了，长官。出发。当然可以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好极了。是的，长官。目标在哪？是的，长官。是的，长官。马上就去，长官。目的地在哪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机枪兵多虚一点就没问题了。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报道了。是的，长官。长官，请下令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任务完成。目标在哪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行动吧。是的，长官。待命中，冲冲冲！任务完成。是的，长官。准备完成。哎。刚才卡住了，低能了。马上就去，长官，任务完成了。正遭受攻击，指挥官。目标在哪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来报道了。了解。是的，长官。收到。马上就去，长官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工程车准备完成。金矿部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尝尝我的厉害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妹子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收到，指挥官。我收到了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好了，稳了。这个兵量，这兵量已经想不到任何输的可能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指挥官。是的，长官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待命。长官，请下令。冲冲冲！目的地在哪？指挥官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目标在哪？行动吧！目标在哪？指挥官。长官的命令是。干，可以生打针哦，早说嘛！长官，指挥官，冲冲冲！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指挥官，长官，请下令！长官，请下令！指挥官，目标在哪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？
目标在哪？长官，指挥官，出发！指挥官，行动吧！装甲车准备稳桥，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是的，长官。是的，长官。马上就去，长官。收到命令。待命。长官，请下令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工程车准备稳桥，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目标在哪？爱上一个没瓦斯的人。长官，目标可以射击吗？目标在哪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干被鬼子标了。目的地在哪？目的地在哪？待命中。目标在哪？指挥官，有目标可以射击。他怎么不射了？待命中。目的地在哪？待命中。目的地在哪？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我是联邦反抗军的萨米尔·杜兰中尉。杜兰呢？我一直在观察你们对自治联盟发。杜兰这边有瓦斯。我想助你们一臂之力，来换取我的无罪协议。有意思，中尉，你完全不知道我们是谁，也不知道我们来这里做什么。杜兰呢？杜兰为什么要跟我们合作？我跟我的部下发誓，要对抗自治联盟和蒙斯克大帝。看到你们的部队大举进攻自治联盟的这座基地，我想我们是同一边的。原来如此，那么你究竟能提供我们什么协助呢？喂，我呢对这一带了若指掌，我可以带你们走另一条路，绕到自治联盟主要基地的后方。不需要啊。很好，中尉，你和你的手下就是地球联合理事会在殖民地的第一批征召军了。上校，跟中尉全力合作，我们来看看他够不够本事。是的，长官。目的地在哪？是的，长官。准备就绪，长官。前来报道。斗兰是不能死，真的，斗兰必须存活。指挥官，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长官的命令是。是的，长官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有什么事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完成。目标在哪？我能帮什么忙？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哇，好硬啊！有什么事吗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是的，长官，我来报道了。是的，长官，待命中。你的部队正在干超好钱的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来报道了。看来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新海一的甩枪兵了。长官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指挥官，不能干什么。长官的命令是，有东西挡住了。长官的命令是，我收到了。长官的命令是，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马上就去，长官。不能干在那里，有东西挡住了。指挥官。长官的命令是。长官的命令是。我来报道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长官，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我来报道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长官的命令是任务完成。完成。是的，长官。任务完成。任务完成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任务完成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任务完成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任务完成。指挥官，长官的命令是。是的，长官。指挥官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
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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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这个兵 A 过去应该是稳赢的，超猛啊！他说可以从后面，也就是说可以从这边绕过去的，这样就可以直接直通敌军大本营了。可是我们男子汉都要从正面进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男子汉都从正面进攻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我们才不走什么后门这种事情哦。羞羞脸才走这一条好吗？这是羞羞脸在走了哦。我们男子汉都是走正面的。是的，长官。跟个队，那我们这200人口的机枪兵的威力，金矿不足，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指挥官，行动吧，待命中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任务完成。这到底要怎么编队啊？太难编队了吧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行动吧。太难编队了吧，大哥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冲冲冲！指挥官，准备出动！待命中。长官的命令是：目标在哪？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急！好极了！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！冲冲冲！可以啊，稳的稳的，我这一看就知道很猛哦。冲冲冲！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来，稳了稳了，来吧，出发出发。准备就绪。我已经编满九队了，九队的机枪兵哦。射击吗？目的地在哪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冲冲冲！指挥官，冲啊！有没有看过那个跨年的烟火秀？有没有？我靠！来吧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男子汉。冲啊！打针！冲啊！打针冲上去！我靠，你怎么从后面来？哇，这一队羞羞脸啊！冲啊！男子汉的冲锋！怎么会有人从这边走啊？我靠！怎么死光了？准备就绪，前来报道。当然可以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好像想的不太一样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收到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怎么这样？是有 bug 啊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这怎么第一关就有 bug 啊？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能帮忙。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当然可以。走第一关就有 bug 啊，这个这样子有点麻烦呢、欸。算了，有 bug 我们这样打起来会有点辛苦哦。
长官的命令是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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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处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当然可以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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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报道了。收到命令，指挥官。冲冲冲！摇滚的时候到了。好极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没问题。干他走这里！待命中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准备，就是这样。待命中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太爽了！指挥官，冲冲冲！指挥官。他应该只要拆掉基地就算过了。哎呦哎呦哎呦喂呀！我来处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马上办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没问题。哎呦喂呀！想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来处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哎，要！我能帮什么忙吗？遭受攻击，我来出动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下令，行动吧！好，我能帮什么忙吗？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好极了，来帮忙！正遭受攻击。马上就去，长官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哇，这关第一关就这么难哦！这个怒火燎原果然是当初算是难度非常高的即时战略游戏啊！你看第一关难度就这么高。这其实也显现出了我们七年级生哦，对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目的地在哪？当然可以。出发！你的部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没想到人类的第一关就这么困难。指挥官，好极了！行动吧！行动吧！指挥官，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摇滚的时候到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我来处理。准备出动。长官，请说。目的地在哪？当然可以。当然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你的部队正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是的，长官，收到。我收到了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收到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长官，太爽了！太爽了！冲冲冲！行动吧！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好极了！啊，太爽了！行动吧！目标在哪？出发！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！行动吧！目标在哪？目的地在哪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遵命，长官。待命中。
太爽啦！应该打掉这就过了吧，我觉得。当然可以。有目标可以射击吗？啊，屌虐！非常好，诸位。既然这个星球的主要防御系统瘫痪了，战术小组就可以开始破解自治联盟资料网络的保护机制。